你要觉得那什么，你就这已经是安全了。我希望他能够在你这儿本身就是安全区，所以你能等一会儿最好。速度，就这个速度就行，这就很酷。来，那个风再试一下。开最大速。带着人马对我沿路查探，绿匪剿匪，绿敌杀敌，快！带着人马对我沿路查探，好，来吧，小飞，你就直接扔就行了。好，我一定接得住。啊，你就往我脸上砸，我也接得住。就怕你不扔，你要不扔就输了。我刚刚本来想扔，你说不不，你就看我到那距离，不管我在干什么，扔就行了，我一定接得住，不搅和。啊。就找点人就行了啊！对，不要晚了，没距离了。好，来了，来开了。哎，一二三，带一队人马对我沿路查看，绿匪剿匪，绿敌杀敌。来了，停。没事吧？啊，二十秒。你看，这人，对，早点扔啊！你要吗？来点啊！好。哎，没事啊，坐膝盖了吗？啊，坐一下吧。没事，缓一下。好，来路。啊，来位，来一二三，带队人马对我沿路查探，绿匪剿匪，绿敌杀敌，快！哎，好人，干！好，稍微派人去，我是上一步多蹬一点。所以说我现在这面是字，这面是自行车。告诉他们自行车。22号要脱衣服拍拔剑这场戏，所以今天开始没有碳水了。每天要喝6到8升的水。这个盘呐，反正我也不知道是教你安排的，冲就完成了。再说一遍。他做了很强大的心理建设。快6升。6到8升。是多少瓶？10多瓶。你几瓶了？你最小。我还是吃了一半碳水的，毕竟碳水，我把水给喝了，我把水吃了，然后吃了碳水，一半碳水。没事。太香了。你吃这个还是真好吃。正常你吃这种菜你会觉得很难吃，但是我现在就是吃的话就有点甜，是真的，真的有点甜，甜甜的。白水煮鸡胸肉我也觉得也很好吃。一天要3桶。要吃米饭了，好久没吃米饭了。你今天为什么要吃米饭？因为我要冲碳，明天要那个干豆肉的戏了，蘸水冲碳。好吃哎，哦，好好吃，真的，真香的米饭，还没有觉得米饭那么香呢。
已经三个月没有吃早饭了，不是没有吃那个米饭了。刚才我吃这一碗白米饭，我觉得异常的香甜，真的不是节目效果。这朋友们，你们可以试一下。当你长期不吃碳水之后，你吃什么都是甜的，你吃鸡蛋也是甜的，吃白米饭也是甜的，这米饭真的很好吃。期待明天的效果。明天早上好像还有面，就是为了让肌肉更饱满。当然这些啊，都是有专业的教练指导的啊。就是大家没有好的知识储备，没有好的计划，不要轻易尝试。其实如果过激的话，对身体还是会有损害的。对，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I could go on and on. Radishes, cabbages, holding hands and getting packages from my friend John. Horses, birthdays, popsicles, and watching my dog play on the lawn. There's so many things that make me happy. I could go on and on. 不调的话就是。右手一直是在这个区域是吧？对，右手一直是在一辉跟这个月山中间的这个。OK。手是一个半握的一个放松的状态。对。然后向里勾线的话就是中指。中指。中它是这个关节是向下去，不是这个弯的。对对。手指可以搭在前面的两根线或者一根线上面，然后对。再向里收一点，向里收一点，或者是。哎对。这根弦，然后我这边要按在这边，也可以向下的去滑动。对，它是一个跌宕的一个，就是上下。是这几个是吧？这几个也要硬的。然后手型基本上就这样就行了。对对的对。嗯，侧一点，再往里收一点，对。就是往里收一点，对。我们其实还是要看向左手的，对，看左手，右手就几乎不看是吧？对，专业都是看左手的。老师，您弹一曲，我们听一下吧。就我想知道，到底是没听过不行。简单的曲子是特别好学的，就是最简单的是啥？就是一个先锋操吧，大概。因为这个它是没有桌子的共鸣，所以这个声音它是出不来的。第一个音符上面有个草字头，草字头它是散的简写。我没有什么意思，别的意思啊，这是简字谱，就是这是什么字啊？各种简写怎么一个字都不认识？您听我跟你解释一下，比如说第一个音，它是一个散音加上一个，这个是
盘的那个简写嘛，它是挑的简写，简写成一笔了。比如说这个是挑水的挑，但是是这样，这种盘是吧？这叫对盘盘挑一样的，就是向外去挑。一般是不会这样勾出来，是勾到下面弦上，是不是？对的，对的。怎么圈是怎么转的？圈的话，向外推是转一个圆，向外。如果不断圆的话，就在一条直线上。嗯，对，是大概是这意思吧。对，我可以录一段你的手吗？让我回去我就模仿模仿。那这个还是这样吧。健身房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全爷爷唱唱跳跳，我也不会老。中零不一和零不百的岁月静好。实际上，事情是这样子的，因为健身需要，老板每次路过小只、脚只，都只能眼巴巴看着，看着。这天终于迎来放肆日，于是特别好啊。